格的帽子好帅哟、哦！拉汉，是这么帅的帽子。真的哦，这个颜色超适合你的啦。情人节他买衣服，真的没办法，那是你的小情人呐、真的，啊。哎，没有那你啊，的老情人呢、你的老情人呢？啊，情人节大家逛一下街，是啊、哦，大家 shopping 你一没听下。过一首歌吗？人说情人总哎，这是个好好老喝，的好。这个好喝，大家赶紧去 seven 抢购。没关系，你心里是爱我的，我没关系。哦，我刚喝完香槟，觉得有点晕晕的，然后再喝这个。但是如果再一杯红酒的话，应该会。拜。所以不能喝红酒。其实喝香槟真的是不要乱套的。真的，香槟跟任何酒都不能你接这触。样觉得啊，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要喝过香槟才知道，就是你喝香槟是真的两，我记得我吧，我两瓶两瓶还需要两瓶？我看你这一瓶你就掰了，好不好？没有，我要喝到两瓶。我们今天是一人半瓶。没有喝到一个人，就是我如果喝一瓶的话，我嗨嗨的。哦，多喝半瓶已经开始有点晕了，再多喝个半瓶，就暴走了，真的就真的叫暴走。对，所以就这样刚刚好，一支两个人喝刚刚好，好不然后好？配一点什么红白酒啊，便宜的就好。对啊，我那个好我的行动电源坏掉了，所以我要去看一下行动电源，好，大家看什么女人好不喽。好？这里是华纳微秀。对，人潮也蛮丰富的，大家看一下。旁边好多钢铁侠哦，哇，好大只哦！你喜欢这么大只的吗？啊，你说呢？钢铁侠，哦，这边很多呢，这还有小背包。钢铁侠吧。还有很多枕头，是小枕头，喜欢舒服哦。就很认真。对，然后这是有身体的。为什么这边没有灭霸？灭霸。的坏蛋。好。好。没问题。哦，有恐龙呢，哎呦。啊，不能摸。哇，找到了小米哦，小米大米，看到没有，都不会教你，就是自然黑。我真的觉得啊，我们应该买一个这个，我一直想买空气清净机。家里要有好风扇。没有啊，4000跟6000呢、哦，当然就是比较小的，一定是选大的比较好啊，对不对？你想干嘛？起重机哦。它真的很多东西呢，蓝牙喇叭，我不知道要看的，行动电源在哪里？这小米的手机蛮便宜的。妈妈，妈妈。这边啊，这边就你要买哪一个？我绕过去好了。
iPhone 的话，基本上这个一万跟那个一万的速度是一样的。哦。哦，因为它是 QC 3.0，就是有一些配合一些其他快充的，对不对？安卓的手机或我们家手机会充的比较快。OPPO 的呢？虽然就是有配合快充的功能的手机，其实都会有，但是 iPhone 一般就是一般的。哦。那没差，我自己用。对对对对。好，阿、啊、又过来一点，不要挡到人家。为什么很硬？啊？什么雕刻？雕刻就是写字啊。哇。今天买的人很多啊，大家会刻名字啊，会刻手机，在那个边边的。怕你放上去的时候全部放一样的这样子，就买一个这个要什么颜色 ？Yes， 线。你买银色好了，我是黑色。好啊，好啊。了。好，我买东西很快的这样子。新品就是哦，快充的。新品是这个，是无线充电，然后现在今天刚卖完。哦，没关系，我手机没有无线充电，谢谢。哇，小米音箱。好啊，你来。好、啊，你有钱吗？钱包在你那吗？哦，好。哇，好像很厉害呢。好想买一台哦。小米的才1000多块。哦，电锅对不对？对啊，本期电锅，它其实什么都有。那我真的对于音响很有兴趣。对，感应没有。哦。哦，单击开关。慢慢逛。哇，这台手机也太厉害了吧！它连侧边都有了，很容易摔坏吧？对不对？这应该没有任何防撞功能。啊，好累啊！情人节快乐，这边已经快要结束了。阿美已经睡着了。对，我们的小宝贝已经睡着了。灯光打下来的，上面灯光。我们的帅哟，帅哟！哇，结婚了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家人。他最近一直想结婚是怎样？很可怕。啊，等一下要走去做。哎，今天怎么？今天天气这个晚上下完雨的那个天气，好棒哦，好舒服哦，不冷也不热，然后很适合在台北的街头这样子走。对，但我觉得我走得很累，一直想要打的。我背全程，然后又背一个这么重的。你看你儿子说要帮忙背一些，背一些，等一下我告诉你他帮忙背一些，等一下就不知道帮忙背他了。东西会倒出来啦，你不要这样推。我们要过马路吗？可以啊，可以过马路吧。我吃一下，那个走一下，我们今天吃这么饱，奇怪，好像没吃多少，但突然觉得好胀。因为我们在运动。走路吗？那怎么会饱？我的胃一直被压迫。哦。但是今天是就是星期五，然后我觉得今天人真的也感觉也比较少，人也比较少。最近的假日，人也比较人都会比较少一点。嗯，对。好啦，我们有小孩的情人节就只能赶快回家，对，看片，真的。然后喝点小酒，早点睡。还有的。啊！你约我早点睡不好了。我叫你早点睡，不要数康数他。哎呦，我也要早点睡。想歪。哎呦，你说你要早点睡了。那、啊、我们还要就是陪阿 U 打个电动啊。对。好像有点久没有陪他玩那个炸弹超人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现在最可怕的事情是阿美睡着了。
它会在我们累了之后想休息的时候醒。真的，我每天晚上睡着我都要让他跟他玩一个游戏。什么游戏？就是我一直很想睡，然后他一直爬到我的床上，然后在那边翻滚，我就会把它放到他的床上，就一直重复二十几次。就是你丢我捡的游戏嘛。我会把它放到他的床上。你丢出去，他从床上自己把自己捡回来给你，你再把它丢出去。然后我就这样子重复整个，就是我需要在他大概半个小时内会睡觉，但这半个小时我需要重复这个动作二十几次。你确定半个小时？你已经算好时间了，对？不知道，反正我已经在弥留了。好，他的 timing 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他会爬到每一个人的身上。有，他会一直，而且他，我告诉你，他很奸诈，他会灯都关着，对不对？对。灯都关着，然后呢，他会在那边就是很近的看着你的脸，你跟他对到脸的话，他就知道你是醒的。千万不可以对眼。对，如果你是装睡，就要装到底。真的。他就在观察你，你知道吗？天黑请闭眼，千万别睁开对阿美。他就你睡觉的时候，他会爬到每个人的身上观察对方，他一直这样看着。还有啊，今天真的是怎么谁我那哪一个新闻讲说星期四星期五变天下大雨，这个热了。对，但是过两天说是八度啦。相信吗？我抱着一半的心情怀疑。当然好的天气其实我们可以出来走走，就不用闷在家里这样子。因为很多人就是被这个天气给骗了，所以都没出门。没错，好啦，我们就祝大家情人节快乐，乐乐。